先照一会儿天花板，天花板。但是没有灯光，很暗吧？对。嗯，好好吃。有灯光。这个小面包。很好吃。这样，没有灯光，有灯光。我今天的发型好搞笑。哎，逆光。我就播一会儿会儿，然后我刚刚发的微博大家了解一下。发了什么？我发了开车的微博。啊，你发了什么开车的微博？就上次跟你去开卡丁车的微博。哦，大家了解一下，看了直播了解一下我的微博。发了几张图？我发了六张。六张？还有公演截图。你很喜欢发混图。混图就是两种风格不是一样的。转评赞是吧？转评赞走起。马上上姐就上淘宝给你买水军。给我买。这个蛋是那个小慧的，因为小慧给我。我们去，然后我就去那里找一下泡面吧。你想吃吗？怎么？可是是他房间哎。他昨天答应了给我一罐泡面。怎么？我等一下，我不去。啊！你让我把灯关了。我给你泡。哎，你等一下。嗯，灯关了。把灯关了。嗯，走。好黑哟。你先看看。我把他们按在了我的胸口。让他们住进你的心里。因为我提前打入证，你要提前打。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。好，我快点。好，过分。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。那我吃这。看不到我。这也是我的，让你吃行吗？这个，不是，这个是四个人一份的。啊，是吗？啊，你不知道吗？那是我驮回来的。秦总，你下午已经跟甜甜两个人吃了一个四人份了。别逼我爆破你！那不是我们两个人吃的，还有红荔枝他们都吃了。老胡没吃。吃。对对对，我发的微博了解一下。他不在。记得看。跟着感觉走，拉出梦的绳。我明天要去看演唱会呢，很开心。你感冒了，你不能吃这些。很开心。怎么回事啊？我驮回来了。我要保持着这个发型。好东西。这个发型睡觉会塌吗？不懂得好好照顾。因为我想顶着这个发型去看演唱会。感冒还乱吃东西。我就是最亮的星。你今天就吃辣的干锅了，因为我想吃。最亮的星，夜空中最亮的星。我饭谁的演唱会？五月天的。五月天的演唱会。开心。我本来想说半个月，不知道为什么看见了。来吧，正好我在直播。没事没事，我穿了，我只是这个看起来很像安小裤，但我这个真的是外穿的裤子，我这个真的是外穿的裤子，所有人都觉得像。我穿的丝绸内裤了。下面。我真的是外穿裤子，小爱，走吧。谢谢你们。老婆呢？
叫他。你叫小小吧。没事。突然出现的小新。新闻说：“这我的。”老胡来了吗？我喜欢五月天啊。不洗头。哦，对哦，我一般重大的活动我都会洗头的。我来。他是不是在卸妆啊？今天我回家。老胡今天。我回头跟他们去先上课了。我喜欢那首歌，我喜欢。他应该可以吧，我觉得他自己想喜欢那个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。我们练完这个再练那个哈。我喜欢这首歌。好，我以前你怎么成这样了？像学校的。有点不舒服。就我以前你们那个学校，如果去上课的话，有人会发现。我不知道，我也是那种。我要去上课。我其实也是今年刚来北京的学校。我要去练体。对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我这次去蹭课的时候，有一次有个系主任过来，就专门给我们拍照，好像有很多人不交学费都来蹭课。然后当时那个系主任，我也会是即将其中的一个人。对，然后我当时那个系主任拍照，我就过去蹭课的嘛。然后拍照拍到我说我是不是录取你的，然后就问了，马上敢跳一段，你马上敢跳一段。他有档案记录什么的吗？真的？那如果不是呢？会怎么样？就交学费，你先进去，我两秒钟进去。不是，这是一个蛋，有一块肉，小慧给我的，所以我今天必须得扎，因为他给了我，我就必须得扎这个。这个时间可能最近是刚开学，所以说人特别多。我们过段时间再去应该没问题。现在一个人都没有什么空间跳，他不稳特别挤，你都看不见自己镜子呀，凑热闹。我一点都不想那么可爱。嗯哼。要搞笑，我也觉得。你把那摔好了。因为没有办法。哥哥放心。好可爱啊！我就是对这种小孩子，看到没有，这种才叫可爱。我也可以啊，哥哥放心。再见。我觉得润玉长得还不错呀，不会垃圾桶。你什么表情？小丸，放心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我有防狼喷雾了，现在。艾特狐狸汁，我昨天差点被他害死。没，他防狼喷雾在房间里喷。我才叫我被自己害死了。我当时你们不需要担心甜甜，真的，我都服了。你们需要担心他什么？要担心我，给我送防狼喷雾。又什么鬼？我就是他们我除了跳舞，其他方面都是很弱。他们的意思是让我保护你。春文是弱智女，但打架还是得靠我呀。散了吧。你不行。你忘记了我和熊女士的事件了吗？你说我行不行？好吧，我拉都拉不动你。买的。我当时死命的抱着秦宇文，我现在想想，我当时太蠢了，就不应该抱着你。你应该抱着他，你为什么要抱我？因为你在我旁边啊。你这就是在给他机会打我。不是，我是在想要把你们拉开。你们俩的世纪之战已经被广为人知了。嗯。我应该站在旁边静静的看戏。很正常，我们这里面就像个学校。小学打架。对。打又不知道怎么打。你要干嘛呀？有用。你要打架啊？老刘。我知道。我就是在看这个，所以我愣住了。我的天哪！看什么？赶快回去换一下吧。哇！哦！你有吗？我宿舍有那个。你有那个？我都说不出话。什么？你让甜甜把镜头。你盖在手上，快点让他们住进你的心里。有耳不有纸吗？
哇，真的打扰了！天哪！又来，我就知道又来，真的是。裤子还不要。怎么会这样？你说吧，我跟你们说这些，啊、你们没有亲眼见到，我也不知道多吓人，真的。你这是第。快点回去。我找点东西把它擦一擦。你别擦，你别回去了，不行，太恶心了。我今天换了好多种口红色号，一场公演换了三个口红色号。你口红多啊？我最近特别喜欢紫色的口红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姐姐，你扣一下，我走了。好。因为你鸡。前天把你们扣在了他的胸口上面。好了，好了。我坐过来吧，我坐到这边。他擦干净了没？嗯。有。一下就擦干净了。我今天心痛。心因为想我了。哦、你不要再吓我的小心脏了。哎呀，我要离你远一点。完了。怎么那么不懂得好好照顾自己？我这不是流感，好吧，我不会传染给你的。就因为你上次喝了一口我的大杯奶茶，大杯奶茶就不能喝了。是你要求我喝的。我怎么知道你感冒？你喝之前就应该告诉我。你不关心同队友的身体状况。你不爱我。你太久没出现了。你扯呢！我一个北京的人，两个月没回家，你说像话吗？你说你是不是偷偷接外物去了？对，是，而且是你介绍的。好啊。亲人介绍。介绍我们。你说是我接外物的尊重的，还是你身边介绍的？我介绍你可以拒绝啊。你看，如果你接，你说这个责任在谁？我不吃，看，就辣了。这是从北京那偷来的，他不在。秀的 rap 改了，对，改了。这看起来。你们没有发现改了吗？你吃不吃泡面？我有点想吃。那你再去美军那偷一个嘛，反正他们顺便帮我去那偷一个。什么？偷泡面。我在问鱼丸呢，你接什么茬？我帮他回答，他嗓子不舒服，虽然我嗓子也不舒服。什么？去美军那偷什么？泡面。泡面。他柜子里面还有三个，我昨天看见了。我们给他剩一个就够。我们是正直的人，明天就还给他。我那里有，明天我们就，对，买个同款还给他，反正他不在。可是我还是要还给他，我想肯定要还，我们都是要还，我们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我跟美军说一声就可以不用还，而你还要还，你们的关系有点浅薄。没有，美军昨天说送我呀。嘿，hey, 你们的关系可能是表面，我跟美军是走心的。我们走肾。那我哇比不过。那你比得过还得了？听不懂，听不懂。听不懂。我可以肉长，而你呢？你先跟我说，你是骨头长吧？我又不是狗。我是猪，猪喜欢吃肉，狗喜欢吃骨头。你先长点肉，然后我再吃你。真可怕！可怕！要么狗是啃骨头会比啃肉强。我是挑食的狗，我要是狗，我也是挑食的狗，我绝对不会吃骨头。
果狗天天都吃骨头的话，那怎么有力气帮主人干活呢？你是萨摩耶。嗯。你是什么贵宾？我才不是贵宾。哦，你是那个。你是哈士奇。你才是哈士奇。我是比熊。你哪里像比熊啊？哦，我是边境牧羊犬。哦，对对对。牛奶说我像边境牧羊犬。你知道你就别说了。大概也知道。是因为脸型。对呀、啊。就说明我脸瘦脸小。你应该是中华田园犬。不许抢我。孟辉才是。直接吊牌。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看见我的吊牌？你这个明码标价的女人，4900，看到没有？我忘了用眼线笔再多添一个零。我是博美。你哪里是博美了？他们都说我是博美。你不是博美。那你也不是萨摩耶。我是。你不是萨摩耶。他是微笑天使，你不是。我也是微笑天使。你是哦，我知道你是什么，哈巴狗。你是流浪狗，你没人要。你是哈巴狗。哈巴狗是什么狗？就是两个耳朵特别就垂着，就是皱起来。我才不是呢。你是金巴。那你是金毛。金毛挺好的。我是暖男，大暖男。我是大暖女。做个人不好吗？非要每天当狗。我觉得当狗挺幸福的，都不用烦这烦那。对呀、啊，当狗比当人幸福。那我肯定要当一个就比较好一点品种的狗啊。所以我就是。就是那种几万块钱。那我是藏獒。藏獒超贵。你那么黑的吗？我可以把自己变黑。不染个毛。用染个色就可以了，给脸染个色。哦，这个离我好远。哎妈呀！你看我，你看我的，这什么？我刚刚吓我一跳，你看。我像什么猫啊？其实我觉得我像狗，因为我很寂寞，天天要人陪伴。不是狗是什么？不像猫啊，猫它很冷淡啊。你像仙女。打扰了，你为什么非要把自己比作畜生？没有，我只是说。你为什么要下凡？为了来陪你，不想让你那么寂寞。等你在人间玩得开心了，我们再一起回去啊。我跟这个发型像博美。今天什么发型？别找了，我现在脸色贼差。孟慧今天是公演的发型。孟慧今天是病殃殃的发型。
发几天？发烧啊？这个让我想一想。最长发过一个礼拜？其实两三天好像就就好了耶。那还行，证明你免疫力还好。我从来没有上过直播啊。还有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之后要早点睡觉。其实我想播半个小时就关了的，现在是23分钟，还有7分钟。哇，他们一个一个都回家了，都回去了，回宿舍了。我也回去了。啊，你不准走，我不想一个人待在这里，我会很寂寞的。你还有他们。他们是谁啊？他们就是这些在跟你打字的这些。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你指着空气说他们。今天是鬼节。你还有他们。你还有旁边那个人，他坐在按摩椅上在，而且在靠很舒服，你看那褶吧，褶皱，中元节，你怕鬼吗？我还行吧，我是不相信的。我也不相信。但是我看鬼片的话，我就会有点害怕。我晚上我一个人进厕所没有开灯，我看镜子，我还是会觉得很可怕。是吗？其实没有人在按摩椅上。我们只是在跟空气说话。对。后面的兄弟，打个招呼。我看你在这看。哦，你知道我最近可羡慕牛奶了。我也羡慕。但是牛奶它特别好，我就感觉我出门工作，然后它就在家里打扫，看着你打扫卫生，然后等着你回来，就是就是、还会给我煮银耳汤啊，然后帮我的桌子也收拾一下那种，然后我就公演回来，就辛苦了一天工作回来，老公你回来了，我昨天回来特别感动，因为我回来发现桌子收得很干净。就是他把我的，那你不怕他把你东西，然后你不知道从哪里呢？对，就是之后就我就发现，就是我找不到我的东西，我每次都会问他，就是哎，我的那个东西放在了哪？他说我给你收哪哪哪了，就是会找不到自己的东西。哎，我要回，我每天都要去工作。我张不会失明，羡慕刘天叔叔。可是我要在外面工作挣钱，结果你还没在家挣得多。没有。甜牛奶的家，谁说的？你们怎么知道的？孟慧上次还嘲笑，你跟林夕和你跟爸爸一起嘲笑我们。你甜的，你知道每次我听到甜牛奶这三个字，我都感觉你们是要那种，就是你知道那种90年代，就是那种三，就是各种牌子，就是送货上门。你好，你的牛奶到了。就然后一大早就是真的5、6点钟起来，然后呢就挨个敲每户，你然后说给您放柜子里了，就每个人那个家每天都会有一个存牛奶的，那个、牛奶箱，对，牛奶箱。麻烦你以后和刘贤做好自己该做的东西，没准再起早送牛奶。没有。
我本来不想今天大 NC 时候开车的。你开什么车？我不小心说错了。你说了什么？我本来想说性感的睡衣，就你知道那件衣服。啊哈。结果我说成了性感的内衣。哇，打扰了。你知道内衣应该用贴身衣物四个字比较又好听又文雅又。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就是没有睡够觉，就睡了两个小时的那一次公演，我也是大 NC 上就是神志不清楚，我说我躺你躺我去啊，你躺我身上是不是什么啊？我想说的是每次去张梦慧房间就喜欢躺在张梦慧的身上，坐在床上。你现在又不清楚了。躺在那个梦慧的床上，说成了躺在了梦慧的身上。没关系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就是有时候脑子会短路，就你没有睡够觉的时候，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那我希望你天天短路一点。原来你是一个这样的天赋力。不是，我现在特别后悔买那件睡衣。多好。因为我现在就是有一点担心。造福我们。不是，是我穿着那个睡衣没法过来接水，就是来休息室接水都。你可以造福我们的视野。但是你们就别想了。就有点害怕，而且我有一次穿那个睡衣遇到了老胡。他跟我说，哇，你跟牛奶那么刺激的吗？我很尴尬。不是那件，到时间了。不是上次跟铁拳选牛奶，我应该选择哪一个？我选择芝麻甜。我选择芝麻熊。哦，我选择土狗。我要下播了。要下播了。对。甜芝麻为什么？我要当后面那个。哦，不对，我应该当前面那个。对，我要当前面那个。我现在很后悔买了那件睡衣，因为是跟美军一起买的。果然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可是那家睡衣店真的里面的睡衣都是那个类型的，然后我当时因为夏天很热嘛，我又没有夏天的睡衣，我就很渴望有一件夏天的睡衣，然后我就必须得在那个店里面买一件，结果买的果然很凉快。你那个是不是已经算是那家店里头就是衣料比较多的了？对，那个已经算那家店里头最保守的了。是我孤陋寡闻。但是怎么感觉美娟子总带你去？我不知道。而且他跟我这么说，他说我只能穿给小燕看了，你只能而你可以穿给牛奶看了。妈呀，那美军的睡衣不得更恐怖吗？那还好哎，我见他没有那么还好。因为他那件没有穿出来过，他有好多件睡衣。可怕。看来下次我要搞宿舍突袭，我就能看到了。你看到过啊，我有时候来接水你不是看到过。我说美军那件。美军那件。你都看到过很多次，没什么看点。大家放心，没有什么看点。哟。张文慧实名告诉你们，以我公平公正公开的那个信誉度告诉大家，没有什么看点。我现在对空空如也这个歌很有抵抗力了，已经。今天跳完手之后还说，
我也没有走光啊。我说你担忧个啥？你在担忧个啥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担忧。总是多想，你这个人是一个保守的人。对，要不起。没有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说明我很 A。 你很 A 啊？很 A， 很 A 是一个夸人的吧，这是。啊，是吗？难道不是吗？很 A 不是很正的意思吗？很 A 是公的意思。 A 是什么意思？很 A 不是很正的意思吗？就是你很正啊。啊，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？不要学气味。好，那我就是我理解错了，因为我昨天看弹幕，我看到别人说我很 A， 那你怎么知道那一定是一个夸奖词？我以为那是一个夸奖的词语，因为很多刷这个的，有可能都是同一个人刷的，是吗？我以为是很正的意思。是什么？我要今天晚上去你那里蹭空调。打扰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屋要没电了。哦，好，还有一点点。想当年，你也是蹭空调的时候。我来你们房间蹭空调的时候，那是因为牛奶不在。你很寂寞。对。空虚。我觉得我真的像狗。就是很需要别人陪伴我。那为什么我每次去找你的时候你都不欢迎？因为你每次来找我的时候牛奶都在房间。你知道吗，大家要告诉你，每次我去找田淑丽的时候，田淑丽都以为我去找刘日贤，搞得每次都不欢迎我，现在我一进他门他就要赶我走。我真的很苦了。真的，你每次来都不是找我，找我真的是你不，我上次 MC 不是说你长得好看吗？我就想多看看你，有错吗？滋润一下我平时。多看看我，随便看，给钱。给你妹。我今天真的太瘦了，瘦到令人窒息。好了，你不要说了，我再也不会去你们房间洗澡了。哦，不对，我再也不会去小叶房间洗澡了，吓人。没关系，我们都是坦诚相见的人，怕什么？我们已经很熟悉了。我很好奇你们发生了什么，你跟小叶。就昨天 MC， 他真的很恐怖。为什么？他远比你想象的恐怖。我觉得他对我还好啊。就是虽然我没有那么介意吧，但是我觉得换成旁人你一定接受不了的那种，因为我也算是接受能力比较强的，你要相信我，真的是什么非一般的感觉。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关直播我再跟你说，太黄太暴力不宜出现在直播间，请主播珍惜自己的直播间。啊，可是你知道我小燕我知道她是那样的，但是她对我还好啊，她远比你想象的更开放，是吗？你知道我有一次真的怕了，我去他们那一排换衣服嘛，然后小燕不都坐那一排嘛，然后我就坐在她位置上面补妆，然后她就开始摸我。对啊，她不会管你介不介意的，她直接上手，然后我就说哦，天哪，我要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然后老胡在旁边说，别走啊，来了就别想走啊，给我的兄弟们享用享用。天哪，这是原话吗？这是原话。你忘了原来。你忘了原来那个之前小燕在 MC 上面说什么？说什么？他就是去
勾兑客串一个剧情嘛，然后那个他们一堆人躺在地上，他们说哎这些姑娘可惜了。跟你们讲要远离，不不不，我一般换衣服化妆要远离那一排。啊，对了，他那个眉粉是你的吧？是我的。给你们讲一件恐怖的事情，在中元节这个晚上，来你来讲，他的东西会飞，也是飞的。哦，我本来化妆坐在最最那一排的，结果我的眉粉到了小燕那一排。就是中间我想起来是那七夕节，七夕那一天老胡他借了我的眉粉。不危险，小燕说他们是冷漠舍友组，就是跟我跟牛奶是一个就是属性，就是冷漠舍友组。他们让你睡觉去，感冒还没，因为他都是因为田淑丽，田淑丽让成员陪着他，成员带病陪着他。你不是说要多看我几眼吗？我为什么非得？我都没有收你钱。好，我现在要关直播了。那为什么你不收他们钱？那些在刷弹幕的，你们交直播费了吗？啊，你们刷礼物了吗？就在这里看我们天天的美颜，真可恶，这群都不交钱的。他们可能不想看，看到我都烦了。那就右上角点击右上角叉叉搞一搞。好，拜拜。你看到没？是为了强力为你耗了分。女人吧，这是不是得，就是嘛，欣赏美人，谢谢，欣赏美人就应该要需要打扰了，需要等价交换的，不对，就是非等价。我们甜甜这么美的脸，怎么能用这些姻缘棒就能替代？没有，他们想就是让我赶紧走吧，就要看烦我了。好，拜拜，早点休息，晚安。记得分我2块钱。我给你多看2分钟，他们让我快走吧。他们说你再看一遍又是要收钱。好，拜拜拜拜，爱你们，拜拜。好，我的打过广告，我的微博了解一下。没有，我就发了歌词，漂移转弯换道是我的绝招。你怎么跟亲吻一样？我是不是也发了那些图啊？我被他，对，我被他带跑偏了。他非主流惯，你没看他每次发微博都是什么啊，什么，什么就是文艺范，你知道吗？就非主流那些词语一套一套。对对对，然后他发那个朋友圈也是这样，就是很非主流。你什么时候跟我去开卡丁车吗？下次去叫上。我下次去叫上你，但是好贵啊。我就开一圈嘛，开一圈又有2万。拜拜，我下次带木回去开。去开车。去开车，拜拜。晚安。